互相利用好公平。文强，我怕。叶文，世间嘅事唔怕得咁多。文强，你真系要考虑清楚。多谢你嘅好意，我一早已经决定咗。咁好啦，有啲乜嘢我可以帮得你手嘅，讲俾我听。 多谢。啊，系啊，几乎唔记得讲俾你听，后晚凤京要请客。你点知？有个大亨想要我陪佢出席嗰晚嘅宴会。你知唔知为咩嘢请客？或者系今届工部局话董选举又开始，佢想巴结下班人。 咁夜都仲去边啊？翻剧死啊！我唔开啊！你唔使送我啦，你帮我爹招呼行咪得咯。我走。你小心啲。黄生，做咩？晴晴又是出咗去。啊，呢个女真系，哎呀，算啦算啦，我都够晒烦啦。 咩事？我依家都唔知咩事。陈生，陈生，你真系上面啦！诶，你嚟，我同你介绍。诶，呢位系陈氏企业公司嘅董事长陈生，呢位系我哋公司嘅新总经理丁力。哦，丁经理，苏阳，多谢多谢。阿力啊，你帮我招呼下陈生啊！请随便。好。 李财生呢种逢请必到嘅人，居然都冇到，梗系有原因。系，照计扶生请客，好似大半人都冇到。阿广啊，你帮我查呢件事。徐叔已经去咗噶啦。洪生，嗯，究竟咩事？哼，我逢敬请客，居然有大半人冇到。 得你方艳文小姐出到声，我哋点敢唔嚟啊？都系多谢你哋俾面啫。好，文强，我介绍消息，呢位系工务局嘅联选委员会主席张树良先生。 许生系我哋公司嘅顾问，相信你。原来许文强先生久仰许先生呢次卷土重来，亦兴你就系如虎添翼喎。许生不但只系我哋公司嘅顾问，而且系我私人跑马顾问。哦，原来许生对跑马都有研究嘅咩？哦，得闲玩下啫，兴趣。张生，你都中意跑马嘅咩？都系兴趣啫。啊。 嗰边请啲，过嚟倾下。好啊，好啊，请。原来又系猎人王，连方艳文都去埋，咁啊，成班官阴兵都拉咗噶咯。佢知唔请早唔请，分明系有心替我眼眉。冯生，猎人王咁明目张胆同你作对。 唔通佢？冇错，内里一定有文章。阿力，你同我多啲留意下佢。系，冯小姐，你咪系？我系长贵。点解你会嚟做嘅？
阿力哥叫我嚟呢度帮手学下嘢。阿力呢？阿冯生叫咗佢啊。阿爹叫你过嚟有事啊？哦，公事嚟啫，咁好揾我。捷可夫名劇《海鸥》，使你帮下手销晒啲飞，得唔得？冯大小姐做话剧，点敢话唔得啊？咁你应承啦喎。总之我包销。嗯。掌柜，吓，力哥，交俾张秘书叫佢派晒佢。哦。啊，仲有啊，你话俾佢听，丁生到时一定会去，叫佢帮我执笔记事簿度。得啦。咦，力啊，你几时考得咁有派头嘅？唔好咁笑我啦。欧阳海，哦，你识佢？系我大学同学，不过唔同系。哎，咁你识佢好啦。佢嘅文笔拍得住老秋白。佢张报纸读者都唔少，可惜经济搞得唔系几好。你想去参股？嗯。不过呢个人好难搞，如果你识佢就容易办。嗱，后日咧佢嘅话剧公演，我想你去拉好关系先。我哋系想将呢种新思想咧带俾观众嘅。欧阳汉、许文强，丁生，你放心啦，佢哋攞咗你飞，又知你嚟，佢就一定会嚟嘅。我唔同你做咗你咁多秘密添，丁生，咩鬼事？我哋又可以合作过啦，做嘢唔好客气。问丁生，乜咁啱？李生，原来大家都识嘅，上一阵系细我。我哋都好耐冇见，冇错，我哋的确好耐冇见。晴晴，佢点？佢喺后台化紧妆。喂，快啲啦，隔篱够钟出场啦！喂，不如企得未啊？你第一个出场喎。得啦，就嚟啦，你而家睇紧嘅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边呢一个钟仔订阅啦！